BTS 防弹少年团近年人气席卷全世界，日前与美国告示牌音乐大奖霸气连三，拿下最佳社群艺人奖之外，还打败魔力红夺得最佳团体奖。而他们在四日五日展开世界巡演，第一站选在美国 LA 的 Rose Bowl Stadium， 可容纳6万名粉丝的超大场地，空拍灯海真的壮观到哭。就算场地再大，现在世界站的演唱会门票依旧一票难求。但你知道吗？如今看似风光的他们，五年前在同个城市 LA 举办的地下演唱会，根本不用门票，少年们还亲自上街做这件事。Please come to our concert. Please come to our concert. Group name BTS, seven member. Please come to our concert. You know K-pop? No money. Yeah. Free.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，BTS 从默默无名到大势国际天团，努力走过的成绩，大家有目共睹。We're still the same boys from 6 years ago. We still have the same dreams. We still have the same fears. We still have the same thoughts. Just let's keep dreaming the best dreams together. Thank you. I love you all. 不过结束 LA 场巡演后，他们有小小的放风时间。大哥俊去游乐园玩，还被拍到云霄飞车丑照。喂，教练，不是让你这样用的。而忙内救国则是去看了小天后 Ariana Grande 的演唱会，超充分的她也不忘与粉丝互动，在网上上传了健身影片。虽说放风时间还在健身，但应该是在为下一次露肉做准备，大家就偷偷期待一下喽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